人是活的，生活可以改变，政府也一直谢谢全民一起努力，台湾不只是防疫成功，不只是最安全，台湾这一次在全世界经济成长都是负的时候，是极少数经济能够正成长的国家。光我们政府发的三倍券已经有2314万人领这个三倍券，但也就是还有一小部分人还没有领，而有些领的人还没有花，所以还没有领的赶快领，因为只剩下20天，还没有花的赶快花，因为还有100亿，所以观光也可以借这个机会鼓励有三倍券的人赶快出来花一花，台湾有的是地方让你花钱值回票价，政府鼓励各界，我们三倍券是非常好的带动经济，所以我们用三倍券让台湾今年从花三倍券的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、11月，我们的零售业、百货业各种活动都比疫情还没有发生的去年同期还要高，甚至是历史新高。台湾有一个很有名叫杜小月的摊子，也许疫情是小月，也许我们度过小月后，大家会特别记住2020虽然是艰苦的一年，但在蔡总统领导下，台湾是乱世中的福地，是安全的地方，是美丽的地方，是观光的好地方。所以台湾观光协会做得好56年了，多加油，继续加油，谢谢大家。